Jiaming. Yulan! 你醒了，玉兰。 你先别动，我去叫医生。对对对，你要不，你饿的话，好，你好好等着，千万别乱动，我去叫医生。玉兰，你说你才刚醒，你这个样子，怎么不听医生的话，在床上多躺会儿呢？ 我成天在病房里，只能看到你的身影，闷都闷死了。我想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。<笑>你的意思是不想看到我了？你是怪我吧？我哪有在怪你啊？我为什么要怪你？因为，我害你撞车。佳明，你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些，你一说我心里更难受了。哎，如果不是我出了车祸，那半张图纸也不会找不到。你别这么说。 在你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很担心你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的性命比图纸更重要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它。那半张图纸对你很重要，你还要靠它救你哥呢。其实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老太太在跟我商量完之后。 就一直没有行动。还有，江云雄现在已经撕破脸皮针对我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觉得我哥……佳明，别这么说，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。我觉得，你哥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。但愿吧。